假扮女士有男友，他妈竟要给我买超市。谁能用这些东西？你听我，我过来人呢。我过啊，姑爷，你还要点啥？啊，这有我不要啥了。不是啥呀，那我去给你买。就现在网上小姑娘都卖，这里也不知道能不能有。你等会儿。哎呀，这一天可真闹挺。咱俩找对象怎么能用这玩意儿？你口腔异味啊？你口腔异味。你烂嘴丫子，你烦人！他妈别来了！哎呀，都能用上。我操，对我能用上一，我是铜锣湾的扛把子。这薯片呢？哎，这你别吃，你多大？这小孩吃都垃圾食品。这我想吃，也拿一个对。啊，你爱吃啊？那放哪儿？家零食不缺。你要喜当爹？哎呀妈呀，这好事啊！Later。这电视挺好，这电视我朋友家人现在降价了，有点。你喜欢呢，姑爷？啊，哎哎哎，这不行，上手了，不行，上手了。这样没来，这多钱来？说个数，我就直接上车。上车，啊，能吗？行了吧，妈。啊，这是给送货，不是送家去呗。那就直接上车，上车。啊，不是，人家说送家去，送货。啊，送货啊啊啊！上车。别差不多，别买了，姨呀，差不多，我心都不得劲儿了。你有啥不得劲儿的呀？我对你好吧，你才能对我姑娘好。那是。我跟你讲，咱东北都这样，就是老丈母娘可疼姑爷了。因为啥呢？你亲家做成了，你没有必要，你整的你像剑拔弩张，像仇人似的。整的我有点向往婚后生活了，有一。你想吃啥？你需要啥？你吱声，我就给你整。给我整多好！你说咱们生活好，这超市也好，这超市多阔呀！你来一趟，啥都能买着，对不，媳妇儿？你妈呢？你妈给你买超市去了。你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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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找一找啊，去哪了？妈妈，妈妈，你妈，是我妈。你妈，哎呀，那不搁那儿呢吗？啊。哎，你这超市一个月多少钱？这啥？你看啥都有卖，挺全种，是吧？东西贵啊。还收购没有？